献给了张国荣，我觉得好多艺人都这样，好可怜哦，太可怜了，都不是给男朋友，都是对呀、啊。如果你叫我初吻给张国荣，我 OK 啊，管他喜欢男人女人，我 OK。也是啦，所以我们 OK。我喜欢张国荣啊，是啊，好帅，他好帅，而且他又有那、他那种帅是有一点落魄的气质。说说那时候的那个，记不记得那个吻？哦，那个是电影的初吻，然后就是什么电影？我的第一部电影叫《龙凤至多星》。我是演一个碎片，对，应该是碎片，对对对。张国荣那时候应该也不是大明星，还是他那个时候刚刚在香港发了一张专辑，那里面有一个歌叫《Monica》，那那个时候他大红，大红。然后呢，我还记得说我们拍电影的时候。都常常要敲他的琴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很忙了。可是他每一次到现场要有他的气氛的时候，他都非常非常的专业，很短的时间之内会很专业的表现出来。那我们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就是我当然是觉得很尴尬，又很害羞，又很觉得啊，真的会手吻他吗？这样子，对，那我很难形容那个感觉，是很棒那个感觉。对，他有就是让你觉得很安全吗？对，他非常非常的 gentleman， 非常非常的对。那个是荧幕初吻还是？荧幕初吻，不是你人生的初吻。不是，那人生初吻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人生的初吻呐，哇，是。